呼吁大家是以领养代替购买。那你再向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以及现场关注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再呼吁一下这个理念好不好？我在此呼吁大家领养代替购买，然后对待小动物一定要负责任，然后尽到自己的职责，然后也要去爱它，因为每一个动物也有自己的生命，也有自己的感情，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很温柔地对待动物，然后可以让动物，就可以让每只动物都可以有一个家。好，谢谢谢谢银浩，请台下稍事休息。养它你就要爱它好吗？对然后就是救助人希望只希望给它一个幸福的晚年，我觉得也是对它充满爱的，然后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就是真的想给它一个很好的晚年，然后想让它变得很幸福，然后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待会儿可以去看看米奇。 对米奇的编号是